他说 ,But, if this world is not merely a bad joke, life a vulgar flare amid cruel readings of the stars, and existence an empty lab braying across the mysteries, if these intimations of something behind and beyond are not evil humor born of indigestion, or whimsy sent by the devil to mock or to madness, if, in a word, beauty means something, yet we must not seek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这句子比较长啊，别着急，我们一点点看啊。但是，转折了。如果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一个拙劣的玩笑，这是一个条件状语从句。下面紧跟着出现一个又是并列的排比，依然是条件状语从句，但两句话呢是并列句，所以前面的连词 if 就不用再说了，依然是如果。那如果 life 这是主语啊，后面 a vulgar flare 又跟个名词短语啊，这怎么回事呢？两个名词短语撞到一块去了，这肯定省略成分了，要不就讲不通了。省略什么成分？跟前面并列句找呗。并列句里面有谓语动词 is not merely 什么 a vulgar flare 是跟前面 a bad joke 并列的，那么前面省掉的当然是 is not merely， 对，就是 if life is not merely a vulgar flare， 如果生命不仅仅是卑俗的火焰 ，vulgar 俗气的、下贱的、很卑俗的，那 flare 是稍纵即逝的火焰。后面有个后置定语叫 amid the cool radiance of the stars，amid 是个比较文言的书面语。它就类似于介词 among， 表示在什么什么之中，在什么什么之间。那么 radiant 就是温柔的光，柔和的光，就是生命不仅仅是群星寒光之中的卑俗的转瞬即逝的火焰，就如果生命还有点意义的话。 and 这个连词引出第三个并列的这个 if 从句，那么前面连词 if 还是被去掉了， if existence 后面又跟了一个 an empty lab，那跟前面的 a vulgar flare 一样，省略当然还是 is not merely， 对吧？ If existence is not merely an empty lab， 如果万物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笑声，什么笑声呢？画横线的还是一个后置定语叫 bring across the mysteries， 在神秘之中回荡着的空洞的笑声。这个 bring 来自动词 bray， 驴叫的意思，就好像是看到魔鬼撒旦在嘲弄我们，然后回荡在这个神秘的宇宙空间的空洞的笑还有带回声的这种回荡在神秘之中的空洞的笑声，就万物的存在如果多少还有点意义的话。后面说了 if 如果 these intimations of somethingBehind and beyond are not evil humor born of indigestion, or whimsy sent by the devil to mock or to madness. 这又是一个 if 从句。如果这种对天国世界玄妙事物的暗示 ，intimation 就是暗示，因为上文中出现过了 suggestion， 出现过了 hint， 这又是一个替换了。对这个事情 ，something 前面加 a， 说明这不是不定代词了。那不定代词前面不能加冠词。Something 既是不定代词又是名词，在这当普通的名词前面加 an， 这个知识咱们一会儿讲。 Behind and beyond 神秘的天国世界Behind 和 beyond 是有所指的， Behind 是后面，它不是通往天国世界的一扇大门吗？那门后边是什么呢？那么天国世界上面，那上面是什么呢？还是指着天国世界，其实就是我们无法真正了解的玄妙的未知的神秘天国世界的这个暗示。如果这种暗示就我们头脑里一闪念闪出了更美丽的情景嘛，这种暗示并不只是坏情绪， evil 不是邪恶的，这就是 bad 不好的，读的是多一次 humor 不能翻成幽默，在这并不幽默。 humor 的本意是表示 mood 情绪的意思，并不是坏情绪。什么情绪呢？ born of indigestionBoredom 是由什么什么产生的，因为什么。 Indigestion 咱们说过就是消化不良，消化不良是吃东西不消化，这里没说吃了三斤包子怎么还消化不良呢。在这我们知道 Digestion 也可以表示理解的意思， Indigestion 就无法理解，无法理解是无法理解美嘛，看到了美景但心中无法表达嘛，无法理解美景，无法表达美景，
而产生的坏情绪，如果不仅仅是这些由于无法理解美在心中产生的坏情绪的话，或者是什么呢 ？Or whimsies， 怪念头。Whimsy 也可以读成 whimsy， 古怪的念头 ，very strange ideas， 非常奇怪的念头。什么呢？后有后置律 ，sent by the devil to mock or an madness， 被魔鬼撒旦给我们的怪念头，为了嘲笑我们，为了使我们发疯而给我们的怪念头的话 ，devil 是魔鬼，但如果前面加定冠词 the devil， 那就可以表示大魔头 Satan。魔鬼撒旦，那么为了使我们嘲笑我们或使我们发疯给我们的怪念头的话 ，if 如果 in the word 简言之一言以蔽之，这是插入语了。如果美有意义的话，就美真的有意义的话 ，yet 然而，这是句末出现主句了，因为前面一大堆都是从句。我们绝不应该试图去阐释这个意义。前面费了半天话，到最后关键信息在这儿，不要去阐释这个意义。整个句子又是个超级大的圆周句或者吊尾句，前面都是并列的 if 说一大堆，就是说不要阐释美的意义。整个句子最重要的内容其实也是我们整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了，这又是一个大的圆周句吊尾句，是句末得到了无比的强调。我们下面再看看一些小的细节，一点的再钻研。他说 But if this world is not merely a bad joke， 如果我们这个世界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拙劣的玩笑，这个其实呢就认为世界呢只不过是个玩笑嘛，生活是场梦嘛。这当时非常流行一个哲学 观念叫做 Nihilism， 虚无主义。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下这词吧 ，nihilism， 这叫虚无主义。什么叫虚无主义呢？咱们看一下啊 ，nihilism is a belief that nothing has any meaning or value。虚无主义是这样一种信仰或这样一种观念，任何事情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价值。当时比较流行虚无主义，为什么呢？因为作者写文章的时候，正是在30年代、40年代期间。当时正是西方世界著名的 The Great Depression， 学过世界史大家知道正是大萧条期间。当时啊好多人这个一生的财富都在这个经济动荡之中完全崩这个土崩瓦解了，很多人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了。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虚无主义就盛行。这个虚无主义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就是他们认为宇宙万物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人创造美好的才华，那么你这个到最后什么财富啊名声啊，不羡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呐、最后一抔黄土嘛。地球文明再发展，最后人类一定是灭顶的命运，到最后地球爆炸了，宇宙又终结之时嘛，虚无主义。但是作者说如果还是有那么一点这个世界存在有那么点意义的话，就是不仅仅是一个拙劣的玩笑的话，这个虚无主义在中国古代就有。你像这个曹操在《龟虽寿》里边已经表现出来点这个味道了，他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神龟并不是忍者神龟的动画片啊，就是老乌龟都成了仙了，能活1000年10000年，但有死还是有死的那天呢，竟结束吗？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啊，再大的高楼最后一定得坍塌吗？腾蛇乘雾到了空中最后一抔黄土吗？这是已经有的虚无主义的这个味道了。但作者说如果我们这个世界的存在还有那么一丁丁点意义的话，不仅仅是个拙劣的玩笑。下面接着说了Life, a vulgar flare amid cool radiance of the stars. 说生命如果不仅仅是在群星寒光之中悲俗的火焰。我们说了这里面是个省略。首先连词 if 被省掉了，然后谓动词 is not merely 被省略了。因为并列句中重复的内容可以去掉，但它跟前面都是 if 从句都是从句并列嘛，连词没了，谓动词没了。我们看的又是排比。
又是排比了。这个句式结构一样 ，if 什么什么 is not merely 啊 ，is not merely 啊，都是并列的句式，排比啊。但是中文跟英语排比有个不一样的地方，中文排比呢追求对仗的工整，像对对联一样，重复的内容是不能省的。但英语中不管那套，在排比句中重复的内容也往往可以省略掉，这是跟中文排比不大一样的地方。咱们看几个例子，你看咱们曾经看过的培根爵士在论读书中的一些名句。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 这个都是这个排比句，主语 are to be done, are to be done, 从结构一样。但是后两个句子里没谓语动词了， be 动词加 to do 意思很多，其中有一个意思表示应该，有些书应该浅尝即可，其他书没谓语动词了，省略了 R 的 R to be swallowed 应该囫囵吞下，只有少数数极少数的数应该咀嚼和消化，而是 R to be 那个 R 被去掉了。当然少数值得咀嚼消化的书我手中就有一本，书太多了，但真正像新概念第三册第四册这么值得咀嚼消化的书并不多，那这种书值得咀嚼消化，这个 R 被去掉了。论读书中另一句， Reading makes a full manConference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an exact man. 读书使人充实，读书可以造就一个充实的人吗？ Conference 多义词是讨论的意思， ready 是机灵的机敏的，后面 makes 被去掉了， Conference makes a ready man， 讨论构造出能制造出一个机敏的人， writing 写作还是省略了 makes， 很明显了， makes an exact man 写作能构造出一个精确的人。那按照翻译家王佐良先生的翻译，就是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敏，写作使人精确。嘿，翻译得好。这个 makes 被去掉了，他不管那套，你只要是一样的话，我们重复内容被省略，但确实是排比。但中文中这种排比句中重复的词是不省的，我们中文追求对仗的工整。我们再看一道考研真题阅读真题的片段，这个咱们说过今天做复习，我们自个儿再判断一下省略的是什么。It is said that in England death is pressing, in Canada inevitable, and in California optional. 先看到这儿。据说在英国死是迫在眉睫的， pressing 就是 urgent 很紧急的，随时会死。In Canada inevitable 都是 in 什么， inevitable 是跟 pressing 并列，是形容词，这个名词后面加了形容词都不通顺了，这个三个句子并列，后面有 and 是个句子，省略什么呢？ death is 主语谓语都没了， death is inevitable 死是不可免， and in California 跟前面那个 in England in Canada 并列，这个 optional 当然是跟 pressing 并列，前面还省略了 death is， 两个被省略了，对吧？我们看到了这个三句话明显是排比啊， in 这是什么什么 death is 什么in 什么 death is in 什么没排比，但后面主语谓语都被去掉了。他说 是什么意思呢？英国医学落后，随时会死。那加拿大呢？医学好一些，但你早晚得死，死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加州呢？死亡是可以选择的，我可以选择不死。医学发达，我们说 small wonder 不奇怪吗？ Americans' life expectancy has nearly doubled over the past century. 在过去一百年中，美国的 life expectancy 就预期寿命，在一百年中几乎已经翻番了。 Failing hips can be replaced， 这胯骨坏了可以换一个新的， Failing 出故障了， hip 这是髋关节了。 Clinical depression controlled， control 是过去分词，因为它是主动的话就没有宾语了，说明是被动。临床抑郁症被控制，那没谓语动词了，谓语动词当然是 can be 嘛。然后 cataract 白内障的病 removed 被摘除了，前面没谓语动词了， can be 嘛。我们看到了吧，这三个句子也是排比，都是 can be done can be done can be done， 但是后两句谓语动词 can be 被去掉了。这是在就是胯骨坏了可以换一新的，临床抑郁症可以被控制了，你不会自杀了，白内障用30分钟的外科手术就能够摘除了，说明加州医学发达。所以并列的排比句如果重复内容，英语中也是倾向于把它去掉。好，再回到句中， Life is not vulgar flare，生命不仅仅是一个悲俗的火焰，这个 flare 表示火，有好几个词，你像有 blaze 有 flame，
blaze 这个名词一般指熊熊燃烧的大火，轰隆隆隆，熊熊燃烧的大火。而 flame 呢，就是火苗，稳定燃烧的火苗，跟大小没关系。比如说 ，the tiny flame of a cigarette lighter， 一个打火机小的火苗，火焰 ，flame 大小都行。你用 blaze， 那头发都没了，这下啊，它是大火了。flame 是大小都行，稳定燃烧的火苗。还有 flare 和 glow 意思就不一样了。flare 叫转瞬即逝的火焰，它特别强调由灰烬中突然窜起一个火苗，吧唧，马上就灭了。大家可能看到清明节烧纸的时候，一团黑灰里边突然呲穿起个火苗，吧唧，马上又灭了。就这突然窜出的火苗转瞬熄灭了，叫 flare， 用它这个来描述生命的短暂，用它是对的。而 glow 呢，表示燃烧过的东西发出暗红的光线，燃烧的木炭呢，烧红的铁条啊，发出暗红的光，用 glow 这个词。本文中 flare 用的特别准确。生命不仅仅是倍速的火焰，在哪里 ？Amid cool radiance of the stars， 群星寒光之中的倍速的火焰。这个 amid 是一个非常文奇的一个书面语，它是个介词，表示什么呢 ？Among or surrounded by things， 在东西之间或被什么东西所环绕，就在什么什么里面。你就记住类似于介词 among 就好了，比较正式。那你比如说 ，He sat amid the trees。他坐在树的之间，很多树的中间，这么说啊。再比如说 ，a tiny bungalow amid clusters of trees， bungalow 我们在第16课讲过，圣经中讲过 bungalow 嘛 ，bungalow 什么平房啊，整个楼两层的 ，bungalow 就一层啊，对吧？一个小平房是在树丛之间有一个平房 ，amid 就相当 among 这个意思。Radiance 就柔和的光了。如果生命不仅仅是群星寒光中平凡的转瞬即逝的悲俗的火焰，就是寒光跟火焰刚好这个构成对比，就言下之意，生命如果还多少有那么一点意义的话，生命看着一生很漫长，回首一呼，老人回首一生就是弹指一挥间，一瞬间就没了。但是如果生命还有点意义的话，第三个句子 An existence at anti-librarian cross mysteries， 这个我们说了省略是 if existence is not merely， 如果宇宙万物的存在，省略 is not merely 并列了，不仅仅是回荡在神秘之中的空洞的笑声。这里面 bray 是表示驴叫，我们说的就好比魔鬼撒旦在嘲弄我们，哈哈哈，回荡在虚空之中的神秘的虚空中的空洞的笑声，就宇宙万物的存在多少还有点意义的话，后面接着说 ，If these intimations of something behind or beyond， 如果这种天国世界的这个暗示 ，intimation 是暗示，生词中讲过，也就是我们发现第三行中间出现的 suggestion， 尽管在那里面 suggestion 表示联想，但你再用一遍 suggestion 还是从字面重复了，也就相当于第五行后面的 hint， 这肯定是暗示了。Intimation 也是暗示，这是同一篇文章中做了替换。Of a something， 我说了 ，something 如果做不定代词，它是不能冠词修饰的。但是做名词可以用冠词修饰。而且不定代词呢，如果用形容词修饰的话，应该形容词放到后面。因为一个新的东西 ，something new 是这么来用的。但是要名词的话呢，形容词可以前置。A new something。第一个 something 不定代词，第二个 something 明显是名词了，本文中是第二个这个用法。 behind or beyond 我们说了在后面或在上面，在这就是指天国嘛。你不是日落之初第一段天国世界大门吗？门后面天国在上面，其实就是我们无法想象无法形容的神秘的天国，在上面在后面，总之不在我们这儿，玄妙难以琢磨。其实指这个玄妙难以琢磨，用这个位置啊来表示搞不懂无法理解，也是非常常见的。你看这个在当时描写啊孔夫子的学问，这颜回了描写夫子之学问，怎么说呢？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呼焉在后，也是孔子学问太高了啊，越往上看越高，越钻越硬，越钻不动，一看在前面，哎，伸手一抓就跑后边来了，也是高深莫测，玄妙啊，太深了啊，跟本文中 behind 都不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
并不是什么呢 ?are not evil humor born of indigestion. 这个 evil humor, 这个 evil 注意我们说了不是邪恶的而是坏的不好的是多义词。你看比如说 evil temper, 不是邪恶的脾气就坏脾气。evil weather, 就坏天气就好了。那么 humor 注意 ,humor 在这不是幽默 ,humor 在这表示 mood, 表示心情情绪。当然我们这种美式拼写了英式就把 OR 换成 OUR 就好了。那么处于什么情绪之中也是跟介词 in。你像 in a good humor, in a bad humor, 心情好心情不好也是用它。因为 humor 呢它本意是表示决定人的性格的体液。身体的体液体气体液体那个液体液。这来自欧洲古老一个迷信。他们人们呢认这个人身体中啊有四种体液哪一种多就决定你的性格。这哪四种体液呢体液都叫 humor, 但是四类分别是 blood, 血液 color, 黄胆汁 phlegm, 粘液 melancholy, 黑胆汁。那么 blood, 血液占到多数的这个人就身体中这个体液的血液占主流。这就是多血质。多血质性格就是积极奔放阳光快乐每天很积极很阳光很快乐。color 黄胆汁质，如果黄胆汁占到多数，这个人属于黄胆汁质，质就是那个质量那个质嘛。黄胆汁质，那么是什么意思？这种人性格爱发怒，爱发脾气，脾气不好不要惹他，动不动他就大喊大叫。phlegm 粘液也可以表示我们的痰，咳嗽的痰。如果身体中粘液占到了主流的话，那么这个人叫粘液质，什么意思呢？性格冷漠。对什么都打不起兴趣来性格冷漠待人冷淡叫粘液质 melancholy 我们刚才看到做形容词就是忧郁的那么做名词就是黑胆汁如果黑胆汁占着主流这人性格就抑郁忧郁郁郁寡欢他每天情绪不好所以放在一块都就可以用 humor 体液来代替所以体液就是人的情绪就好了所以 evil humor 就是 bad mood 坏情绪那 born of indigestion 这 born of其实写全了是 born out of 这 out 可以去掉什么意思呢就由它诞生出来的嘛从这生下来的嘛就是因为什么 as a result of 相当于 as a result of 那你比如说 with strength born of what a burn out of desperation he forced the door open 用在绝境之中爆发出来的力量他用力打开了门 born of born out of 就由什么什么产生的因为什么后面这个 indigestion 我们说了这本意表示消化不良但派生意表示不能理解因为 digest 我们以前说过在二十课舌读讲过嘛做动词可以表示消化也可以表示理解在这是无法理解在本文中没有吃包子就是无法理解美无法表达无法理解无法表达因为这一点产生的坏情绪它来自于 digest 或者都能 digest 动词消化或者是理解那名词就是 digestion 加个否定字头就不消化消化不良但是这个词我们说也可以当名词来用就是第二个词当名词的时候重音在前面读成 digest 那是文摘的意思你要么说个海外文摘 overseas digest 这是文摘跟它消化就没关系了好如果这些来自于天外世界的暗示不是因为消化不良而产生的坏情绪的话无法就是由于无法理解美了无法理解美而产生的坏情绪的话或者什么呢 or whimsy sent by the devil to mock or madness 或者呢是魔鬼送给我们的让我们嘲笑我们或是我们发狂的怪念头的话二十二课就说过 whimsy 叫怪念头这个 sent by 但是后置定语呢 the devil devil 是魔鬼如果加定语词 the 特别是 d 在大写的话尤其是这个大魔鬼叫 satan 就是魔鬼撒旦这哥们是谁呢 the adversary of godand all humanity and the leader of fallen angels 就是上帝和所有人类的死对头 adversary 23课生词中讲过叫死对头死敌堕落天使的领袖这原来呢是天使长卢西弗他呢就跟我们在这个政府里大元帅这个总司令一样原来能量等级呢跟这个上帝是平起平坐的这个后来呢他就想跟上帝作对跟上帝打架因为哪个事呢因为上帝制造出了亚当和夏娃把他放到了伊甸园里面
对所有的天使说，你们看到亚当要向他行礼，看到他就像看到我一样，这是我的儿子。别的天使都服气，只有卢西弗不服。为什么呢？卢西弗说，我跟你爸爸这平辈，按道理说我是你叔叔，我向你行礼乱了辈分了，开玩笑，我不干这事儿。跟上帝闹翻了，因为他是天使长，有号召力，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上帝打架，当然打不过上帝了，被打跑了，带着这帮三分之一天使，这堕落天使逃到地狱里边，当了地狱的大魔头 Satan。 所以那是堕落天使的领袖，就是这个专门跟上帝作对，专门害人的这种魔鬼撒旦。如果不是魔鬼撒旦送给我们的怪念头来干嘛呢？ To mock or to madness， 就是这个嘲笑我们或者使我们发狂的这个怪念头。这个 mock 表示嘲笑，就是及物动词了，一般多是表示用模仿的方式来嘲笑，总之是嘲笑，一般是模仿，用模仿这方式。 The naughty boys mocked the cripple， 这些淘气的孩子在嘲笑那个瘸子，就是学瘸子在走路，一瘸一拐的来嘲笑他。嘲笑成分好多，比如说嘲弄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make fun of， 嘲弄嘲笑，这个可以用西语。或者 tease 也是逗某人玩，这个 tease 呢一般没有什么恶意，多是指什么哥哥姐姐或大人逗小孩玩，逗他玩，但并不想伤害他。比如说 Sam's sisters used to tease him because he was overweight， 因为 Sam 在小的时候呢他比较胖，所以他的姐姐们呢当然在当初呢经常逗他玩，小胖墩儿小胖墩儿，哎， tease 及物动词是逗某人玩。我们再读一下这次 tease tease。 但是如果用 stare at， 就是比较恶意的不友好的讥讽，嘿，你看这人那么烂，很不友好的这个讥讽嘲弄某人，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sneer sneer， 一听是 sneer， 把你下巴壳翘起来，这动作很不友好的讥讽某人。比如说 she sneered at Tom's musical taste， 他对汤姆的音乐的品味呢嗤之以鼻，对他非常的嘲讽，你什么都不懂，那我们这个舒伯特小夜曲听成东北大秧歌，那一点都不懂。 sneer at， 这是很不友好的嘲弄。还有一个故意激怒对方的嘲弄，你看这个英语中啊词法之细腻，故意为了让对方生气激怒他而在嘲弄他。我们再读一下 taunt taunt， 也是嘲弄。你比如说 she went on taunting Sam until he lost his temper， 他不停的在嘲弄山姆，直到他最后发脾气了，他的目的就会让你生气。 lose one's temper 是发脾气的意思。还有一个书面叫 ridicule， 也是讥笑嘲弄某人，就是认为他不这个太差劲儿，很差，很不如我，后面跟人跟事物都行。我们大声读一下 ridicule ridicule。 我们看叔本华说过的一句话， All truth passes through three stages， First it is ridiculed， Second it is violently opposed， Third it is accepted as being self-evident。 这在第一课，我们三册的第一课讲 self-evident， 讲 evident 这个词讲过，这 by Arthur Schopenhauer 叔本华说的。所有的真理，这个 truth 表示真理，可数不可数都行，表示具体的一条两条真理是可数名词，如果就抽象的真理可以当不可数，在这是不可数名词了。所有的真理的真理都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这个真理受到嘲弄，第二个阶段真理受到激烈的反对，第三个阶段这个真理被公认为是不言自明的。这个嘲弄嘲讽用 ridicule 也是及物动词，用它也可以。就是如果这个对这些东西并不是魔鬼撒旦为了嘲弄我们或使我们发狂而给我们的怪念头，送给我们的怪念头的话， If 如果 in a word 一言以蔽之 beauty means something 没有意义的话， yet we must not seek to interpret meaning， 让我们绝不要试图去阐释这个意义。 seek to do 早就讲过了，试图做某事，interpret 是多义词，它的本意叫口译，口头翻译，用嘴来翻译了。我们读一下这次 interpret interpret， 本意是口译，用嘴来翻译 translation translate 一般是笔译你像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 同声传译员， interpreter 就做翻译的人了，同声传译呢
Th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就好了。Simultaneous 是同时性的，同步发生的。我们再读一下口译员这个词 interpreter， 再读一下名词 interpretation， 口译这个行为。但是它派生意呢，就是解释，因为口译也是解释嘛。你说的德语我听不懂，给我翻译一下，给我解释一下。你看在 Freud， 在 Sigmund 西格明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就用这么一个词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这个并不是梦的口译，那梦的解释。本文中是，然而我们绝不要试图去解释这个美，这是本文中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如果真的美有意义，如果一切生命啊，我们的宇宙万物的存在啊，等等等等，我们那些对天国世界的暗示和联想啊，如果不仅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洞的笑声啊，一团虚无缥缈的事物，如果有意义的话，我们千万不要试图去阐释出来，不要表达出来。这进一步表现出了我们在背景信息里面说的，作者是个 formalist 形式主义者，形式比内容重要，你欣赏就够了，千万不要说出来哦，放在心中，一说就错，一说就错，静静的欣赏就可以了。